同你同声同气 ，Gay Radio 多 HK。纯真可爱，自我大胆率直，不羁淫贱放荡，丧玩丧笑，呢啲咩猫生活，你哋 ready 未啊？欢迎啦，今日大家继续收听米高峰呢个节目啦。咁其实今日咧，呢位嘉宾咧系一位女仔嚟嘅，而家咁系以前咧，就原来系一位好可爱嘅男生嚟，咁。就系 Lenny 啦，乜唔系好靓啊？都 OK， 都一样啫。咁即系我想问，即系呢个转变嘅过程，即系呢个系跨性别人士啦，我哋统称系嘛？咁但系其实我哋统称系咪变性人咧？即系我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话哦，系一个变性人咧？你系我觉得系即系点讲啊？我是过去式咯，你话变性人，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系变性系一个 process， 即系如果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咯。譬如我无需要出去同人讲，即系去游行同人讲我系一个变性人，即系我觉得又唔需要去咁讲，即系我自己系一个人吓。咁而我觉得冇需要去換性啦，即係或者有啲團體佢哋就覺得變性係一個標籤，咁換性就好似冇咁 phobia 啲，而家興 phobia 啊，咁就係咯，咁佢哋會覺得即係譬如換性咁冇理由，即係一個 individual 一個個體嚟噶嘛，咁點解要咁強調佢係換性或者變性？人咁样咯，咁佢系变咗性，系咪跨性别人士？咁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咁但系跨性别人士又好似好笼统，因为好似分好多个 category 啊，有咩 Christian Dior CD 啊，讲笑啦，即系 CD 啊 T 咩 CD 有佢咁靓嘅都几好啊。咁嗰类咩 TV 啊，咁样其实即系。嗰幾樣係點樣分？即係我哋呢類都好似同性係跨性別嘅人士啦。咁因為咧，其實係一個好籠統，即係一個 umbrella 嘅一個嘅 terms 啊。咁即係叫跨性別人士，我哋即係英文叫 transgender 嘅一個嘅社群咁樣咯。咁頭先你提過好多啦，譬如咩 CD 啊，又TG 啊，又 TS 啊，咩 TV 咁樣。咁其實喺北美洲嗰方面咧，就將佢概括曬，就包埋CD 啊，或者係即係總言之，佢係喺性別嗰方面，佢係流動啊、多元化嘅話咧，就叫佢做一個跨性別嘅一啲人士啦，咁樣嚇。咁、okay. 喺北美嘅一啲嘅定義就係咁定義咯。等而家，但係即係喺香港咧，我就唔知興唔興咁樣。但我去察覺到咧、就是，即係多元化嘅，即係有好多人佢係有唔同嘅原因咯，有唔同嘅動機去有唔同嘅 role 咯，佢去做 Christian Dior 或者係咩啲咁啊？但係嗰幾樣嘢咧係點？譬如 TG 係咩？即係我譬如transgender 啦。咁 transgender 即係咩事？直服係嘛？點話佢係？佢其實咧 transgender 佢係基本上就係佢唔係咁認同佢自己嗰個性別嘅，即係譬如揾咩做例子？揾你啦，好啊，好啊就緊，好啊，好啊，就緊，就手譬如你啦嚇，你你唔係咁認同你而家個性別，覺得哎呀，我中意，譬如你中意男人嘅，咁但係你就唔中意自己嗰個性別嘅，我就中意我係女人，係咯，就係即係女人先中意男人，我就唔可以係男人中意男人，我覺得男人中意男人係錯嘅。咁樣唔係，又未必係 teaching， 未必係咁諗嘅。但佢自己會覺得自己係即係想係一個，即係認同，即係我自己想係我係一個女人，而中意男人。係啦，即係而家係唔係一個男人中意男人？係啦，係啦，係嘛？嚇啊嚇！咁會唔會即係呢個就係逆性？係咪即係佢哋一個
其實有個嘅學名，學名咁就叫做 GID GID 咁、咩 gender disorder 咁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咁嘅。即係其實佢嘅意思咧，就係、是、佢意思就係、是、如果一般人嚟講咧，就算佢中意男好，中意女好咁樣，咁佢由細到大咧，佢其實佢自己嗰個性別角色咧係好穩固嘅。OK， 嚇、又揾翻你嚟嘅位啦。好啊，好啊，好啊。咁譬如你由細到大，你都唔會話覺得自己係女人噶嘛？ Uh-huh. 你會係中意，只係覺得你自己係中意男仔嘅啫。係、uh-huh. 啊，即係你係一個男仔中意男仔。係啊，咁但係有啲人佢就可能佢好細個嗰陣，係啦，好細個嗰陣佢已經覺得佢自己根本上唔係佢嗰個。即系生理上面嗰个性别啊，嗰、个即系已经错咗嘅，即系唔应该摆喺我身上嘅好多嘢，应该系、我应该甚至系咧，佢根本上就好细个，佢直头系觉得佢自己系女仔嚟噶，即系譬如我好细个嗰阵咧，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女仔嚟嘅，因为我、譬如有好多嘅原因咯，咁譬如聲線啦，即系我細個嗰陣咧，亦都譬如嗰個外表啊，或者係聲線啊嗰啲，都係好女性化嘅。而家都係啊，嚇！多謝，我知道把聲係比較脆小咁咗。唔係，咁甚至係即係嗰陣時有啲親戚咧，都會係即係會覺得我係女仔咁樣。嗯哼，咁譬如我對上有個哥哥噶嘛，咁我哥哥大我都係兩年，即係好接近咯年齡。咁但好明顯睇到個分別咯，即係譬如我大佬就中意一啲好男仔嘅玩意，譬如踢足球啊、砌模型啊，即係拆開啲錶啊，即係好細個嗰陣嚟到去研究咁樣。嗱我就唔中意嘅，即係我係中意咧，即係同啲公仔換衫啊，係啊，畫畫嘢啊。玩煮飯仔啊，同啲女仔玩煮飯仔啊，嗰啲咁樣，嗯，即係好型選港姐啊，好好玩噶，係啊，攞住張棉胎咁樣冚住嗰啲咁樣嚇，咁咁樣咯，咁樣嘅原來係啊，因為我唔係啊，我啊你嗰、那個我個啊，okay. 我個啊，佢都中意啊，選港姐啊咁樣，係啊係啊。系有阵时发梦都会有噶，即系譬如我有阵时玩芭比咁样咧，芭比啊好正嘅，发梦会发梦自己系真系去咗选美啊，即系呢啲有咯，okay. 但系即系唔会话讲出嚟咯，即系系咯，咁后屘识得有啲朋友咁样啊讲话，即系呢啲你会觉得你梗系你自己觉得系嗰个性别，你先至会谂住自己会系去选美噶嘛，系咪先？咁样啦，咁但系嗱。呢、這個係 TG 啦，咁 TS 咧 ？TS 就係咩？其實是一個階段嚟嘅，即係 transsexual，transsexual 即係變性人。係啦，即係佢已經係做咗手術嘅啦。已經做咗手術嚇，咁、我哋就會統稱佢叫transsexual 咯。哦、這個容易明白。咁、CD 咧，講緊 CD、就係 cross-dressing 咁佢哋基本上就未必啦，未必係真係有 GID 樣嘢嘅，即係佢其實都可以係好認同自己係一個男性，或者好認同自己係一個女性。係咪有啲即係會結婚都有㗎，都係中意 cross-dressing， 即係可能中意係有個咁樣情況，即係可能減壓嘅，即係佢哋可能覺得係減壓嘅一種都未定。有啲係㗎，係嘛？減壓啦，或者其實呢啲係好。有啲好心理上面嘅層次嘅嘢嚟咯，咁好得意嘅，有啲就即係佢係中意，譬如先係淨係著絲襪噶，咁我又唔知叫唔叫做，可能叫做即係戀襪啊，定係點樣咯？咁佢著咗絲襪，佢就會覺得好舒服，即係嗰種舒服唔係話性嗰啲舒服咯。咁有啲又真係即係感覺係係啊，係舒服咯，即係好似好自在。佢甚至咧，即係譬如翻工咧，都係裏邊著住絲襪噶，跟住就出邊就係啦，就西服。O K 嚇，咁先至得噶，即係係有啲咁嘅 case 咯。啊哈，即係好似上次咪咩重唔係重慶係嘛？呢個鬼佬咪。即系扮，或者后屘喺个花园俾人同人玩啊嘛，系咯，系啊，即系佢就当同人玩，咁嗰啲就系 cos dress， 但系佢其实即系翻工嘅时候，即系睇报纸都会觉得佢系一个好正常嘅，系啊系啊，系分唔到噶，即系你完全咧，
即係譬如係兩個人嘅，即係佢哋會分得好清楚。嗯、即係佢 cross dress 咧，就係完完全全係一個女性去shopping 啊，或者點樣啊咁樣咯。嚇、啊、咁，但係佢譬如翻工啊，或者喺第二啲環境，佢會做翻佢原本嗰個性別噶。嗯，吓、啊，甚至系佢好强调自己好光强啊，好 man 啊咁样出嚟噶，系好得意噶。嗯，吓、嗯，咁、其实咧，你点样？即系我想问你点样发现自己系有呢、這个即系女仔，或者想做女仔？你话唔系想，其实点样？即系从小到大有咁嘅感觉啊？你话系点样？譬如我哋 member 咧，我就用我嚟做例子咧，即系我哋好细个。好細個嘅，即係我覺得自己係先天咯。十零歲就已經中意望男仔咯。咁但係我接受我自己男仔呢個身份係中意男仔嘅。咁其實你如果你嘅角度會係點樣呢？即係你點樣認同呢樣嘢，或者係你到幾歲你先發現到係呢樣嘢咧？其實咧係係啦，即係如果自己本身嘅話就係、是。其实咧就我就好细个，即系甚至系幼稚园咧，我都已经即系会系对男仔系有啲涟漪，即系会系即系唔同咯。我但系幼稚园咁细，系啊，会唔会？但系会系中意好中意同啲女仔玩嘅，即系会觉得我系系应该同女仔玩嘅，系啦，嗯哼，系啊，咁跟住咧，即系跟住慢慢大个，慢慢大个，其实我自己就。我會覺得自己是幾中性的人的，就算即係嗰陣時話俾人界定我是一個男性，你都講啦，我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中性的人咯。嗯嚇，即係你話我如果要打胎啊，著西裝咁樣咧，我會好辛苦的。好奇怪咁樣，即係著高踭鞋就靚靚咁樣。即係我係會覺得即係。好病啊！即系会觉得自己咧，做乜嘢啊？感冒咁噶，束住我，系啊系啊，绑住晒，系啊系啊，但俾丝巾绑就，系啊，就丝巾好靓，系啊系啊，真吓有个吓咁嘅情况咯，吓咁啊嗰阵时做嘢都系噶，即系其实即系开始可能一出世就已经觉得自己其实唔应该系男仔，我有个即系应该话咧，即系好细个嗰阵。会觉得自己是根本上是一个女仔咯，咁、但系到你慢慢大的时候咧，咁有好多身体嘅，即系你发育系啦，吓咁、有啲即系我谂大家都明噶啦，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又即系要面对翻嘅，真系事实上你即系你嗰啲性征啊嗰啲出晒咁样咧，即系有啲会嘅，即系譬如你话有阵时会出啲胡须啊嗰啲咧，掹咯掹噶嘛，系啊，自己其实咧。自己唔會覺得有有問題咯，但其實咧到某個階段，到我大約嘢七八歲左右到啦，咁就我自己唔覺得有問題，但啲人睇咗眼咧又覺得我好似好有問題咯。咁譬如我唔知點解有個階段我都會中意即係查下個唇嘅，係啊，喺公司我都係咁嘅，唔知點解，但我覺得好自然嘅。但係喂。但係嗰陣時，其實嗰啲唇膏又唔係話啲咩唇，係潤唇膏，即係潤唇膏嚟嘅啫，係有少色咯，都要，即係唔會人哋哇突然間做乜搽唇膏啊咁樣。係啊，但係啲同事會覺得嚇，啲同事會覺得我即係好特別咯，即係。但係你嗰陣時嘅裝扮係咪都係中性啲？中性啲嘅，咁、所以，但係因為嗰陣時譬如可能十年前啦。有冇啊？冇五年前，大約啦，係嘛？即係五年十年前。咁普遍嘅五年前，譬如普遍香港嘅社會都，你就算 member 啊，就算基啊，都唔係咁接受。但係會唔會唔係嘅？其實即係你覺得，即係都會覺得奇怪啊？點話其實唔係，佢哋唔係覺得奇怪嘅，即係譬如你搽唇膏啊咁樣。其实睇环境咯，即系譬如我觉得，我会觉得以前我见到街嗰度好多人，即系都比较中性啲，或者系女性化啲打扮出街，或者你睇到嘅根本上觉得好似，其实我又唔觉得啲人有啲乜嘢点样。嗯其实香港都好自由嘅，而家就好。但如果你喺一个工作嘅环境咧，同埋有啲工作环境可能。即系譬如你系做创作啊，或者嗰啲可能会好啲咯。嗯哼，吓
咁但係有啲行業，你話譬如做教書嘅，咁就比較難啲。嗯啊， okay. 就會比較難啲咯。即係你係譬如，因為我以前做嗰行就亦都係。啲人就會即係好大驚小怪嘅。我以前就即係好耐以前就做 social work 嘅，做社工嘅嚇。咁啊，即係仲更加大聲大驚小怪咯。即係我覺得係講，即係我唔知啊。即係行業咯。咁其實我又覺得，唉，有咩咁大驚小怪啫？即係你話社工梗係要接納啊，或者係即係應該個眼界仲要睇闊啲，咩人都有喎、啊、呢、這個世界上係咪先？嗯，咁但係。咁如果既然佢哋依樣嘢係 OK 成立嘅話，即係佢哋依個觀點係成立嘅話，如果有個同事佢係有個咁嘅情況，應該都可以接納到咯。應該你想咧，但係又唔係喎，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社工呢一行就係咁樣咯。咁嗱，譬如而家啦，即係由嗰個階段一路到而家，有咩驅使到啊？我真係要做手術啦，係啊，做女啦，系啊。咁有咩驅使到你？因為太辛苦啦，即系其實，唉，即系嗰陣時都辛苦咗。即係經歷咗咁漫長咁樣嘅歲月之後，就覺得、即系點解會係呢個 point 咧？其實咧，點解唔係譬如可能幾年後或者十年後或者八年後，點解會係呢個 moment 咧？因為如果太遲嘅話，咁。即係我都想早啲去決定自己個身份咯，即係我都有諗過幾時做呢。其實呢個問題呢就夜幾歲都有浮現過嘅、但就一路咁拖住嘅啫，咁但係拖到就係、是、即係好多嘅即係壓力啊嗰啲嚟啦，咁譬如工作上面啊，或者係即係覺得係喎、真係自己個性別係好似有啲問題喎、咁我先喺網上面去即係揾其他嘅資源啦、或者即係睇返即係呢啲社群係點呀，了解咗之後自己去決定，因為始終即係會年紀大嘛。嗯哼，即係我都已經夜到，即係我去決定啊，我真係想去變性嗰陣呢就已經係夜到問㗎啦。嗯，咁我覺得我再唔決定嘅時候呢，咁即係你都知道政府嘅嘢，而家香港咧、就政府做就免費嘅，咁但係係啊，但要排好耐咯。OK， 同埋好似要過好多關卡咯。即係但係都係有咁嘅，但係咪要觀察好多好長時間㗎？即係譬如可能醫生俾你，跟住你去觀察一段時間，就覺得你適合做呢個手術啊， okay. 或者適合做變性啦。幾年㗎？幾年係啊。有啲如果佢係結咗婚嘅，有嘅，咁有啲有結咗婚，佢去想做手術咯，佢想去做手術，有噶，咁仲更加會即係會睇耐啲咯，因為係啊，即係佢哋會係睇，咁你都係，咁你係政府資助嘅 ，OK， 即係政府，咁都 OK 喎，即係香港，即係我都估唔到原來係，但其實好彷徨，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手術咧過程係點啊？Okay, 好啊，嗱，不如咁样啦，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再听听，好啊，再继续听我哋可能有啲手术嘅过程嘅。我中意佢扮嗰啲 point video 入边嗰啲，系啊，扮得好好啊，好似可以做兼职啊，哇，配音佢配音，系仲喺后面企坐喺度，哦，啲卡通片，系啊，即系卡通片喺后面话，哎呀，好惊，你摆明三级卡嗰啲，如果想同我米高丧口交，记住倾入嚟听米高峰啦。頭先即係講開排期做變性手術啦，咁、其實我知道咧，即係政府好似有個 sex clinic 嘅噃，以前係嘛，但係而家係冇咗呢樣嘢，咁會唔會對於個醫生都走埋？係啊，對於想變性嘅人士會唔會有啲即係唔係咁方便？點話而家係點樣嘅咧？點講咧？即係 sex clinic 咧，就喺數年前咧就其實就形同虛設嘅啦。咁、變咗就區域化咗咯，將呢個服務。咁、有啲人佢係我覺得想變性啊，或者覺得佢性別嗰方面好混淆啊，等等，佢就會即係睇政府門診先嘅。咁、然係跟住咧就將佢需要講咗俾個醫生咧，醫生就會按。
佢嘅佢即係嗰、那個佢住嗰區係邊度係最近可以睇到依方面，譬如精神科醫院邊間，或者係即係佢其實咧就要睇兩科嘅，主要一個就係精神科同埋心理科。吓、okay, 嚟到去压，即系衡量佢适唔适合，系啦，即系做呢个手术，系啦系啦。之前好多嘢噶，因为之前咧就有一个叫做 real life test 啊、嗯，即系真实嘅生活嘅体验，即系点样噶？即系吓，即系过程系点？即系譬如我啦，唔好咁讲我，即系我嗰阵时就系要用我自己。期望嗰个性别嗰个身份嚟到去生活几年，两至三年。嗯哼。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就点样过你个生活咧？就系、是、即系喺屋企啦，即系你用譬如女装去同屋企人相处啊，去见你啲朋友啊，去街 shopping 啊，甚至你翻工都要系一个女性嘅角色嚟到去生活。就要兩至三年咁樣咯，咁、醫生就會即係精神科同埋心理科就會定期去睇你。但係咧、譬如你由男，睇下你適唔適應到。即係譬如，即係當然係一個好長嘅時期啦。咁譬如你，如果你嗰陣時有冇翻緊工㗎？即係一路都我有啊，嗰陣時咧，即係譬如你翻工咁。嗰陣時唔係做社工，即今日我係男仔，跟住可能聽日睇完醫生之後，會唔會即系我要嘗試做呢個手術嘅時候，決定做呢個手術嘅時候，我要變女仔咯。跟住我聽日翻工，女仔嚟嘅，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啊？即係你啲同事或者我識有啲朋友咧，即係就會一啲我哋叫 T G 嚇，咁佢就真係會有個咁嘅情況咯。因為有陣時佢又。即未必是咁快可以跟屋企人讲到，但佢又想睇咗医生，咁但系医生又要佢，但系佢嗰阵时可能即已经系做紧一份工，咁冇理由，即突然间有女仔，或者突然间女仔去翻工死啦，咁样系咪先？咁我嗰阵时咧就已经冇做，即我嗰行啦，社工嗰行啦，吓，然后跟住我就即系去即系决定去睇医生咯。即你比较好彩啲，可能系个转变期去俾自己即一個停止，即可能、可能社交或者咩事工作啊嗰啲，即可能一個冷靜少少，跟住就以女性嘅姿態示人。咁、譬如你啲朋友，如果冇呢啲即咁嘅期間，有冇啲特別嘅趣事或者特別嘅經歷啊？佢哋諗唔諗多啲咁嘅嘢先？我反而我自己嗰個經歷就好得意咯，係啊，都好。即系有阵时去男洗手间咧，即系我嗰阵时其实都，但系你嗰阵时系啱啱谂住即系啱睇完医生，咁系做个适应期，咁系嘛？即系个适应期，跟住系点得意啊？即系冇啊！有阵时譬如啊，我其实即系有一阵子咧，都中意去一啲健身室嗰度做下运动，咁就我又有化少少妆嘅。咁其實嗰陣時啲頭髮又唔係咁長，嗰陣時又啱又開始睇醫生咁樣啦，其實冇幾耐嘅啫。嗰陣時我都唔知係當係即係開始嗰個 real life test 嚟。咁好得意啊！我入去嗰 counter 啦，咁我其實咧都知道尷尬。嗰陣時係長頭髮，即係冇咁長。冇咁長啊！即係中裝。而家嗰啲頭髮咧係大約過咗膊頭嘅，係啦係啦，過咗膊頭少少。咁嗰陣時可能到耳仔啊。係啊係啊，咁、樣。咁啊化少少妝咁樣咯。咁嗰陣時我就自助入去啊，我都知道係麻煩嘅，即係你入更衣室咧，我都叫個 counter， 你唔使俾鎖匙我啦，咁樣嘛。係啊。咁我話我都係即係入去睇下報紙嘅啫，咁樣咁後屘咧，即係佢哋係好好服務嘅，個服務態度好嘅，唔得嘅唔得嘅，你一定要鎖匙嘅。如果唔係你人有三急嗰陣點算咧？咁樣佢就當咗個女仔嗰陣時，咁佢俾咗即係呃咗嗰即係佢女更衣室嗰個鎖匙俾你。我覺得冇所謂啦，即係橫掂我都唔去，即係我知道自己個情況好鬼尷尬咁啊，唔通咁樣入男更衣室咩？或者入女更衣室咁都唔得嚇，我都係自助睇下報紙消遣下咁樣。咁後屘睇完報紙，咁就即係交事啦，走人啦。然後跟住佢捉住我咯，即係佢覺唔知點樣佢睇，因為咧嗰啲咁嘅 member card 唔係有張證嘅，咁、都有你男啊女嘅嗰啲嘛，係啊係啊，唔知佢又睇到，
吓，咁佢攞咗条线，然后跟住咧就同我讲，又话乜乜啊，即系又话我张卡咁样，即系你申请系 M 嘅，吓咁就即系好似讲到系我问题咁样咯。但我同佢讲，我话关你事，即系小桶。喂，你塞俾我噶嘛？系咯系咯，我都同佢讲噶，我话我冇啊，即系你哋嗰啲职员好殷勤咁样，即系一条时表，我冇入到去噶。嗯，然后跟住咧，佢就叫我即系同佢哋 customer service 讲，然后跟住咧就即系又话咯，叫我咩如果下次你嚟咧，你就唔好化妆啊，或者唔好点咁样。但系冇关系噶，你化唔化？即系我又觉得。你自己會睇噶嘛？做咩筆卡俾咗你？你職員你會望噶嘛？係咯係咯，即係其實係佢哋係職員嘅問題咯。即係佢哋望咗先知，即係佢有啲人就係真係唔可以睇外表噶嘛，係咪先？即係而家尤其是我見到行街咧，見到好多我都唔知係男仔女仔，係啊！即係你真係要睇到。即係嚟住鬆身衫咧，嚟冬天你更加唔會知啊！夏天都話你突啲啊、凹啲啊，多啲就凹啲。係咯，咁我覺得就即係唔知好嬲定好笑咯。但我覺得就好好好好分離嘅一樣嘢咯。咁你嗱適應期過咗啦，跟住就手上係咪適應期就係三年？係兩至三年，即係嘗試下做即係女仔嘅感覺。係啊，其實。感觉点样啊？个感觉啊，即系我觉得系自己嚟咯，系啊系啊，即系都几即系突然间转变就系做翻自己咁样。系啊，即系我觉得咧，我以前着男装嗰啲衫系错嘅一个交叉咁样。我觉得系唔啱身啊，完全着到我咧，唔知点咁样，着西装又。即係好似一個細路仔，即係你有冇睇《金枝玉葉》咧？咪有一套叫《金枝玉葉》，阿袁咏儀做嘅，係咪扮？有一段期間咧，即係我其實有個花名啦，即係嗰陣時叫做靚靚，就好似靚靚咁樣。我唔咁，但係佢哋會唔會覺得即係啲人係女仔嚟㗎？跟住點知扎咗個胸㗎咋咁？即係我又即系自己话自己咧好靓好痹噶嘛，系咪先？系嗰时啲人咁样同我讲，佢就话：哎呀，靓靓靓靓，系啊！真系嗰时，即系我识有班系，即系佢哋系基嘅嗰班吓。咁、我嘅即系我同佢哋一齐，佢哋当我系阿妹咁嘅，成日都好照顾我咯。其实都，但系阿妹咯，即系我唔即系我同埋佢哋一齐，我都觉得系好似帮佢哋执嘢啊，去沙滩。帮佢执只啊，即系嗰啲咁样，我觉得系好嗰种 feel 噶。小女人噶你，咁我唔知，系我唔识讲，唔识大女人，唔识大女人咯，系咯，我唔知啊，吓。咁即系嗰唔识点打，因为佢哋成日都叫我靓靓咁样啦，吓。咁叫靓靓就唔识讲啦，系嘛？靓靓。咁系咯，即系即系有少少系袁咏仪着西装，即系嗰类嗰啲形象咯。咁但系会着得我好唔舒服噶。即系成日都会觉得系着西装，所以即系着西装又好，即系唔适合我啦，嗰个装束咁样咯。咁你过咗嗰个适应期之后啦，咁跟住就即系都去见过几次医生，咁即系好多评估啦，过咗好多咩心理啊嘛，即系嗰啲评估之后，就决定做手术啦。咁你做手术前一日嗰个挣扎，即系有冇挣扎过？因为冇嘅，其实做啦，惊咯，即系我以前就未做过手术嘅。咁其实都系好了解过嘅，即系你医生会同你讲话。哦，你会打？其实唔系咁多嘅，吓真系，即系唔系好了解过的，即系佢之前冇同你讲嘅。但系咪做几次噶？我又做咗一次嘅啫，即系暂时我唔知，即系之后会点咯。咁我希望都系即系，讲真呢啲嘢做一次就算啦。咁即系点讲？使唔使打荷尔蒙针啊？或者冇噶，即系我就选择食药咯。OK， 但即之前，譬如可能喺嗰个期间嘅时候，就可能食药。唔好意思，成日站远你。唔紧要，唔紧要吓。问即食药，跟住就令到自己可能男性荷尔蒙减低，咁就增加女性荷尔蒙咁样。OK， 即嗰阵时我就
即係評估咗之後，嗰兩個醫生都覺得我啊 OK 啦，可以做手術啦。咁、就轉介去即係第二間醫院嘅。咁、專係做手術嘅。咁、就其實又唔好想像個醫生可以講到好。好清楚，嗱、個手術會係點樣做㗎？點樣做㗎？唔係咁做手術係咁啊，即係要解釋㗎嘛。咁佢唔解釋咁，但係你主動問咯。即係呢啲就係政府醫生同埋即係私人嘅醫生係有啲唔同，就係咁唔同咯。私人醫生始終如果你係自己俾錢嘅，咁佢會覺得佢自己係要盡責。你係一個 customer 嚟嘅。咁佢係要盡責講返俾個 customer 聽，即係你個手術係點樣照顧周到咁樣。即係你話泰國嗰啲，我諗佢會係比較係即係一個 customer 同埋一個即係呢個商業嘅角度嘅嘛。嘅角度去。譬如手術係做聲帶，即係頭骨會唔會？係啊，嗰陣時我行做胸啦。我胸冇做過。係啊 ，OK， 即係同埋下體。同埋下體。哦 ，OK， 咁佢会睇嘅，即系有啲嘢佢会 check 咯。即系唔系一定胸要摆嘢落去嘅咩？唔系。其实即系你自己视乎咯。我有噶，系啊 ，OK， 但系你唔使羡慕。唔系啊，我泰国咧系真系咧，你明啊？真系有人。即系我隔篱有班海咁样，咁啊识咗啲女仔咁样，咁佢真系女好似女仔嘅，咁后屘我先知道佢系一个已经变咗性嘅变性人，即系我冇问佢有冇做完下体嘅手术啦，咁咧佢真系你唔想摸啊？佢真系捉住我嘅手，真系系咯，咁样摸咧？有摸啊！佢捉住我手揸落去，我有摸啊！跟住，真系好假喎！系啊，佢系整定系咩噶？佢系整噶。哦，即系佢系摆落去嘅，系唔同噶，有少少，即系你好挺咯，你会觉得我会觉得，但系如果譬如你冇做，咁系咪即系食药就 OK 嘅咧？已经即系有 shape 出嚟嘅，我就系咯，即系其实系睇翻你个人啦，同埋有啲即系同你遗传都有少少关系嘅，即系譬如我妹啊，我妈睇翻即系都 OK 嘅咁样，咁。即係都唔會差去邊㗎，即係如果你係食荷爾蒙，食荷爾蒙嘅話，係㗎。咁、okay. 但係如果有啲即係你，所以就淨係喉骨同埋下體嘅啫。係啊，係、啊。其實我喉骨都唔算好勁嘅，咁、但係我就即係覺得好似好啲咯。但係我有少少失望㗎，其實做咗個喉骨之後，因為覺得咧，因為我以前都中意唱歌嘅，咁、我唱啲假音好犀利。即系你知噶啦，即系唱嗰啲咩高几个 key 嘅。我发觉咧，做完之后咧，那个音域咧，以前都徐小凤，但系徐小凤得嚟个音域系，即系你唱到即系高同埋低，即系唱到高音好高咁样咯。吓、咁但系而家就个音域收得好窄，我发觉。嗯系我发觉到而家都系，即系做咗手术个喉嗰度咧，系即系平滑咗，即系冇咁咩。系。虽然有少少含，但系呢啲佢自己其实你迟啲会淡色嘅，冇。系咯。咁问题就系有阵时即系唱卡拉 OK 又唔得咯。吓，我都几中意唱歌嘛，啲高音啊假声唱唔到出去咯。嗯。系啊。即系个音域系窄咗啊！你唱唔到啊！咁但系譬如你之前做手术之前个嘛就冇挣扎过，即可能有啲惊啊，系啊。咁第日做手术啦，咁啊，净系你唔知噶，系咩？系啊，即系唔知佢唔知几时做手术噶？即系佢入手术室嗰阵咧，咁麻醉晒噶嘛？麻醉晒之后你乜都唔知噶啦。O K， 系啊，打出嚟就系、是、系啊，即系个完美嘅女人啦，咁样系啊，啲手震咯会系啊。手震点解手震啊？即系惊啊！点解突然间？唔系嗱，啲药力咧，你空嘅话咧，你就已经习惯啦。因为你食荷尔蒙嗰阵，即系已经胀咗出嚟，即系已经胀咗出嚟噶啦。其实做手术之前又要停荷尔蒙噶，因为啲血咧，但系而家使唔使食噶？而家。都要食噶，都要食噶，吓某定即系一个安全嘅份量咯，医生开嘅。Okay. 如果唔系咧，即系据闻阿医生讲咧，就话会有骨质疏松， oh. 即系好多女性咧，其实到某个年纪，即系更年期啊嗰啲咧，佢都好易有骨质疏松嘅。咁、佢都有阵时会食啲 supplement， 即系荷尔蒙嘅补充冲剂啫嘛，即系咁嘅原理咯。咁手术嗱，我哋知道男性嘅
性器官是外向的，咁女性的性器官咧就是內向的，係咯。但你得閒醒翻，咁樣喎，即係你嘅感覺係我都唔敢睇我下邊，我醒翻，係啊，即係你會開心啊？你話點講咧？冇啊，即係都覺得啊，完成咗啦，終於都咁樣，就痛到七彩，即係。手術嗰陣咧，你唔覺得痛噶？你就算醒咗都唔痛。你睇唔到噶嘛，係嘛都？睇唔到噶，好似瞓覺咁啊！瞓覺嗰種係啊，即係你好舒服噶。係啊，嚇！嗯哼，即係你係整喂，嗰晚真係瞓得好舒服噶喎！即係做完手術，跟住上咗 walk 啦，我哋叫 walk 啦。跟住我見到我男朋友喺側邊啦。有啲咩護士啊，嗰啲男護士，我覺得佢哋睇嘢咯。然後跟住，哎呀醒咗啦，醒咗啦。然後跟住我個人就好攰嘅，即係個人可能唔知嘅，但係你做完個手術咧，好似個體力係耗盡咗好多咁嘅。但係你個人咧就會問我，哦，係啊，哦。然後跟住咧又瞓翻噶啦，但係好好瞓嘅係，即係你我係完全未試過，哇！原來係咁冧嘅瞓得係好舒服噶，但係一过咗嗰晚之后咧，哇！你就知啦，因为嗰啲麻醉药痛到你七彩，半夜痛嘅系，你要打针嘅，即系嗰啲止痛针你先去用。即系痛醒咁样。系啊，半夜痛嘅，好痛噶。系啊，但系痛啊，但系拆咗线之后就好啲。但系做完之后，即系做完手术之后啦，其实感会唔会有感觉咧？因为男性，譬如你有噶，都有咁，都有嘅。O.K. 系啊，即系你翻个兴奋嘅兴奋有噶，系啊，吓即系我哋要做嗰啲但你有冇试过嘅咧？即系要会试嘅，系啊，有噶，系啊，即系医生即系做完手术之后就会，即系其实用嗰啲，我哋叫做扩张，即系阴道扩张，吓咁就未拆线之前咧，个手术未拆线之前咧，佢其实有嚿嘢咧塞咗喺里边嘅，嗯吓。咁就定型啊！即系你其實咧，頭先你講過咩外向、內向型，係啊係啊。有啲人咧，即系我就好彩咯，因為我之前就冇食荷爾蒙嘅，咁變咗你嗰啲 organ 就唔會點樣縮得去邊，咁變咗你都幾完整個，即係個大細，因為咧嗰個長度嗰個陰道嘅長度，佢會揾翻你吞翻入去嚟到做翻個陰道。哦，即係其實係用翻可能包嗰個 organ 係即係嗰個龜頭啊嗰啲龜頭嗰啲敏感嘅地帶，係啦，做翻 organ， 即係令到可能你即係之後可能有性愛性生活嘅時候就會感覺翻即係興奮咁樣。冇性生活都感覺到興奮。是啊是啊 ,OK, 啊就是因为他即塞了那嚿嘢落去咁样。那嚿嘢是定型咯。咁啊，要定大约一个礼拜到啦。哇，痛到七彩嘅，你瞓唔到嘅，完全失眠嘅。之后，跟住就拆线咯。个医生好手就唰唰咁样，即系几分钟，即系我睇住佢拆嘅。我初初以为好痛，剪同埋掹嘅啫。系啊，好快啊。然后跟住咧就拆咗啦，咁样吓咁样。咁然后跟住佢就教你咯，即系有唔同大细嗰啲咁嘅阴道扩张器，有啲咁嘅。啊，即系手指尾咁样嘅系嘛？吓，咁有啲就哇好拳头咁样嘅。冇呢个咁大咯，即系冇支咪咁大。咁我谂都有呢度啊，有啊，有支咪嘅上面呢度咁粗。啊，即系啲鬼佬 size。系啊，鬼佬 size 啊，咁就我而家我自己私隐嚟嘅呢啲啊，啊，咁就平啦咁，即系我都会系呢个 size 咯。吓，咁要进步噶嘛，即系初咧就会即系试细啲嘅，即系慢慢去，即系令到自己就，但系会唔会有收缩嗰啲嘢嘅咧？你成日做就冇收縮，即系要去成日做， okay. 即系唔系叫成日做，即系你要定期去做。初头嗰半年咧，就医生教我就早午晚做咯。Uh-huh. 即系其实好短时间嘅啫，都系一两分钟咁样嘅啫。Uh-huh. 啊，每次即系令到佢可以个接纳个深度可以，即系个深度或者系个接纳系啊系啊嗰个阴茎嘅敏感度嘅敏感系啦。其实我都惊嘅，即系做完手术嗰阵咧，因为你成日都咁做，初系有噶，咁初初，女仔嚟噶，我唔可以咁样噶，所以呢啲咧，即系跳，即系点讲咧？即系我初初都会惊咧，即系。
做得多咧，會係嗰敏感度會減輕啊。嗯。咁又係跟住我有一段期間咧，我就都會開咗個四仔咧，一路插一路睇住四仔嚟做。系啊，好 high 噶！即系令到，即系你嘅敏感度会提高，即系令到系啊，希望咯。同埋我觉得咧，即系都会有嗰个感觉喺度嘅。即系譬如我有阵时都会睇啲咩咯，系咪先？我喺度睇嗰阵咧，咁会噶，即系但系嗰种感觉咧，嘘一声咁出嚟嘅。即系我唔嗱，其实即系讲真咧，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始终都要接纳翻自己系一个。做咗手術嘅女仔咯，係咪先？咁同天生嘅女仔，我就唔知道佢即係性嗰啲係點樣。但我嗰個感覺，我就覺得好似同以前，即係講得直啲啦嚇，依度即係出嘢嗰個感覺係差唔多咯，都係有個即係你係感覺到嗰樣嘢，係咁樣，即係興奮嗰、那個，係啊係啊，嗰、啊那個 G point 啊。但係咧，佢就好得意嘅，即係會係唔係。一下冲咁样去嘅，而系譬如你睇，譬如我睇到某个镜头，哇，觉得好 high， 咁就一浸嚟啦。而跟住我，如果我 get 唔到嗰一浸咧，咁样咧又会退翻潮咯。咁即唔系即嗰个高潮位咧，即系好似女性嗰、那个嗰、那個、高潮位应该系差唔多，我谂。系咯系咯，一浸一浸好似潮水涨退。因为我都有同啲女仔倾下偈嘅，系咯，即系嗰啲 lesbian 咧，佢哋系。系咯系咯，咁样咯。即系佢哋都好似都系差唔多咁。系啊，嘅高潮咁都 OK 嘅，即系佢首先，因为我开头觉得咧，可能个手术系冇感觉啊，或者做完之后咁样又真系冇乜乐趣咁样，有感觉噶，感觉真系有啲乐趣。咁样，但系我唔知啦，即系我睇过有啲，我都同一啲医生分享过，你笑得好可爱啫，一讲到呢啲咁嘅嘢。哎呀，好热啊！我都好热啊，真系。即系我嗰阵时候其实都同个医生分享过，话诶系咯，即系我都有呢啲咁嘅感觉。咁医生就同我佢就话我，佢话可能我以前嘅一啲嘅性经验嗰个嘅，即系喺个脑里边咧有呢个咁嘅经验，有呢个咁嘅信息啊，一个快感系咁样得嚟噶啦，咁样。咁样做完手术之后，其实。即系我去中意男仔冇变噶嘛？哦，系啊，系咪先？唔会话，即系好似我嗰阵时接受某一个某 XX 电台嗰、uh-huh. 那个主持咧就咁讲，佢话咩做完手术之后，我会唔会中意女性噶？即系咁样，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咯。点解会咁？有冇咧？其实唔会咯，即系我都系中意男性咯，我都会、即系唔系话你或者其他人有冇嘅咧？或者有冇咁嘅 case 曾经？咁我就未接觸過，接觸我認識嘅圈子裏面就冇咯。嗯，佢哋都係中意男仔或者同男仔拍拖咯。係啊，咁所以呢樣嘢係冇變噶嘛。咁你不如咧，我哋又休息一陣啦，因為傾咗好似好耐啊呢 part。因為轉頭再翻嚟咧，我哋傾下即係可能變性前後嗰啲屋企人。或者是你男朋友啊，我喺听过，听到偷听到咧，男朋友唔使啊，男朋友嘅，我又公开下你啦，有个男朋友啦。佢变性前同变性后都系同一位，咁我都想即系有啲嘢八卦一下。OK， 转头我哋翻嚟再倾下一 part 啦。如果想同我米高丧口交，记住倾入嚟听米高峰啦。咁屋企啊，即系譬如做完手术，之后屋企人点睇法？因为咧，我其实即系比较家庭观念比较重啲，系啊，屋企会唔会好 support？ 唔觉咧，睇唔到嘅男仔嚟嘅，即系屋企 support， 我觉得好重要，尤其是对 member 或者就算对 TG 啊、TS 啊，即系我觉得都系好，即系跨性别人士，即系都系好重要 lesbian 啊。即系对我哋个圈子嚟讲咧，系好重要嘅 support。咁你做完手术之后，屋企人 support 系点样咧？其实佢哋都接受噶啦，因为即系从细到大，可能都见到你系，即系其实一个女仔嘅感觉出嚟，反而咩？即系嗰阵时咧，我第一次同我妈讲咧，即系。
九几年嗰阵，即系同我妈讲，即系我嗰阵时，你知香港冇乜组织嘅啫嘛，一系就十，一系就 H 啊咁样嘅啫嘛，系咪先？咁我冇噶，即系我初初都系十分一会，系啦系啦吓。H 系即系 Horizon 啊 ，Horizon 吓呢啲，我哋讲得噶嘛，系咪啊？讲得，我以为一吓，咁就咁后屘我妈就知，即系第一次嘅叫 come out 啦吓，即系我就话俾佢听，我啊中意男仔咁，即系我妈反而唔系咁唔知点啊，即系佢好似唔系咁接受咯，反而。但后屘我第二次再同佢讲，哦，其实咧，即系我又唔觉得我自己系咁样咯，我系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女仔中意男仔，即系我觉得系我系啊系啊，我自己个身份有啲嘢。咁我媽即係佢，但係佢哋好平靜，覺得。然後跟住，其實咧，我就同佢咁講嘅。同你講笑啊？唔係啊，我同我話死啦！即係因為我咧都發覺自己係有啲嘢嘅，即係我越嚟越大咧，覺得自己越嚟越女性化嘅。嗯。我唔知點解嘅真的。依嗱依樣嘢，我就真係唔知點解嘅。嗯。即係到夜八九歲，咦死啦！都唔係唔可以話即係死啊定點樣？即係覺得好。死咗好似越大越有女人味啊！咁样咯，咁我同我妈讲，因为我最好就四十得一枝花嚟噶，系啊，我未到。咁我我同我妈妈讲，即系嗰阵时我即系我哋食饭咁样啦，吓咁我就话啊，即系你觉唔觉得即系我哥哥咧同我系？好有分別啊，咁樣咯。咁我媽喺度猛壓頭咯，嗯，啊，即係由細到大，我早翻俾我媽聽嘛，即係由細到大都唔變性之前同佢講嘅。係啊係啊，因為嗰陣時咧，我係諗住做手術啊或者咩嘅啦。即係直接同佢講。係啊，跟住之後，譬如跟住有直接同佢講嘅都係啊，跟住佢嘅反應都係好平靜。係啊係啊，好啊 ，OK。因為你即係始終即係我自己諗法咯，我自己諗法。因為同埋咧，即係我覺得有樣嘢就係、是，即係我由細到大，我同屋企人都係比較疏離一啲嘅、嗯。即係我唔係話靠屋企人嗰啲人嚟嘅、啊，即係我甚至係即係出嚟做嘢就已經差唔多自立。我九七年搬出嚟住嘅，嗯，啊，然後跟住就一直真係冇翻過去住咯，嗯、甚至冇問佢哋。即係有啲咩嘅幫助啊 ，financial 或者等等咁樣咯，全部都係靠自己。咁但係我都好 support， 即係我都好贊同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話屋企人嗰個嘅關係啊，或者係佢哋嘅關心，即係唔好話 support 咯，唔好話支持你去做變性啊或者乜嘢啦。即係講真啦，有。其实你同佢讲咧，我觉得你同佢讲佢唔反对咧，或者或者佢其实已经系好大嘅系啦，或者佢一个关心嘅态度，唔会话觉得哎呀你咁样，行远啲，即系唔会咁样咯。佢已经系好好，但我识好多即系 TG 或者咩嘢，真系咁样噶，即系佢死啦，即系有啲讲真啦，有啲时即系 member 甚至 member 都系啦，即系未必你一定要同屋企人讲话，哎呀我系 gay 嘅，或者哎呀我想变性嘅。就等於即係未必係要講到出口噶、嗯，有陣時佢哋即係爸爸媽媽即係生得出嘅，即係都會睇到啦嗰啲行為啊，或者係啲 appearance 或者各方面，佢覺得有啲唔同嘅，即係佢要 sensual， 即係唔係一定你要真係舉曬旗插曬旗。其實咧，阿媽咧，我覺得係最易 sense， 即係尤其是阿媽，因為佢生你出噶嘛。係啊，即係。但其實呢個有我嘅問題咧，我都想問翻、嗯，即係你哋啦。即系唔好话你哋，即系我都系你妈妈嗰方面咧，会唔会对你即系由细到大咧都系好恶噶？即系对你哋咧成日好恶啊，或者系、嗯、即系藤条炆猪肉啊，或者系即系暴力噶、啊，其实都系噶，好暴力啊，好恶、啊。又唔系好暴力噶、啊，咁打即系梗系有噶啦，我就真系耍噶，成日都我屋企会唔会净系对你一个系咁样？唔会噶，因为我有个细佬嘅，都一样噶，两个喺度斗打噶，即系真系藤条啊咁样。哦，咁冇嘢啦。是这样的，即个个家都是这样的，是的，即是没关系咯，没关系，即是没这个关系的，没关系的，是的，那没啊，即是是的，变性透了，那即是你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去见他们，是的，他们的感觉有什么分别啊？没分别。我爸爸就接纳多一点，反而可能我爸爸就喜欢女的，由小到大，
去，即系屋企冇女，即系你变成诶，其实你话有妹啊，家姐我有个妹，你有个妹拉女咯，啊哈，咁即系我老豆后生嗰阵都好中意女嘅，吓、啊，即系、其实生咗我之后咧。他哋都即系成日讲咯，话咩如果我系女咧就唔会再生噶、嗯、等等，后屘即系追第四个追到个女明星，咁我其实又唔系为咗要迎合呢样嘢嚟到去做呢个手术，系咪先？当然啦，即系我系为咗自己嗰、那个，即系我觉得我，诶、哎、讲真，我真系咁样舒服啲啊！吓，我又接受唔到话屌屌揈咁样由女装咁样去过个生活，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系唔知道，我觉得好啲咯，都好似理所当然啲咯。嗯哼，咁佢即系爸爸嘅接纳，妈妈又会系都接纳嘅，其实我都觉得都接纳嘅，系嘛？你觉得咩好得意啊？我妈妈就做咗手术之后，始终好似懒保守咁样，即系都系妈妈噶啦。我老豆就 OK 啲，系嘛？系啊，嗯，即系可能佢哋系咪惊亲戚噶、朋友话，即系嗰啲会噶睇法咧？会噶。嗯，系啊，不过呢啲即系佢啲压力会比较大啲，啲父母通常都系系啊，我都觉得吓，不过我都冇同佢住好耐啦，系咩？咁男朋友啦，系男朋友好唔同啦，系嘛？即系前边同后边啊嘛，哦，嗱点啊？点啊？点啊？唔系咁，你男朋友即系嗰阵时，譬如同你一齐咗都好耐，系嘛？我好多个男朋友喎，以前系啊，系啊，嗱，变性前嗰个同变性后嗰个系咪一样？唔系，系，但系而家譬如而家呢个咧，佢以前都已经系知道我系想变性噶啦，即系想做手术噶啦，即系知道我呢样嘢啊，觉得冇问题嘅，先同我一齐吓。而再以前嗰啲咧，就完全唔知嘅，即系当我 just 系女仔，男仔吓。只不過是即係中性啲啊，或者係小朋友啊，即係你都知即係 member 佢有啲佢好中意小朋友，係啊，嚇咁樣噶嘛。即係我以前咧就係、是、我以前就係類似咁樣咯。嗯、但係我覺得依個關係唔啱，唔係依個關係，嗯、即係唔係一個佢係中意一個啊僆仔啲或者小朋友啲嘅，而我係 present 依個小朋友嗰個，我唔係。要依个关系咯，同佢即系譬如你做手术之前咧，我可以咁讲，就识咗你而家嘅男朋友噶啦。嗰、阵时一齐未噶？嗰阵时一齐噶。嗰阵时即系嗰阵时一齐咗噶啦，已经系几年前咯。咁佢好好嘅，即系佢，即系佢其实初初知道佢点解会知咧？因为佢系嗰阵时你系女性，因为你可能嗰几年之间你都做咗开门啦。冇噶，冇噶，冇噶，因为我嗰阵时见过宝嘛有。嗰時有兩單就自殺啊嘛， uh-huh. 後屘即係嗰時有個跨性別嘅組織叫 team 嘅，咁啊走出嚟又話咩要有啲 positive 嘅啲嘅信息俾大眾知道啊，佢哋唔係咁咩又話要自殺啊咁負面啊咁樣啊嘛，咁嗰時我又覺得我 ready 我自己一個人住啫嘛，咁、uh-huh. 我又諗住啊想做手術等等，即係已經排緊其他醫生啦，咁都開始即係女性嘅生活咯。又自己一個住又冇咩大問題，但係你男朋友咧，男朋友點樣睇啊？即係嗱，佢喺報紙度睇到，識你嘅時候可能係同你一齊嘅時候，你係男，唔係都係女嘅，即係都係女裝。我根本上之後都係一罐女裝去。哦，即係其實佢已經係當咗你係女仔。係啊，嗯 ，man 嗰陣時 man 啲嘅女仔，而家都係 man 啲嘅女仔。OK， 係啊，即係其實佢又中性啲，唔係。即系佢系中意女仔嘅，但系佢系基唔系基噶啦，中意女仔系基唔系。其实点咧？系我好混淆啊呢样嘢。即系点讲咧？我觉得我又冇去真系要去睇穿佢呢样嘢喎。系嘛？觉得佢中唔系佢中咁，佢都系中意我啫，系咪先？系咯。如果系中意我，接受咗一齐咪一齐咯，系咪先？咁如果佢有第三者嘅，咁就系第三者啦。咁男女咁我仲要考究系乜嘢啫？咁如果有个第三者出现，咁佢系男女都系第三者噶啦。咁点解我仲要考究佢系基嚟嘅中意我啫，中意女人嚟中意我啫？咁佢对同我嗰个关系，佢又俾到个信息系佢系一个男人，我系一个女人嘛。即系我系 present 到我个 role， 即系我觉得同佢舒服嘅原因就系佢可以 present 到佢
是一个男人对我是一个女人 的关系，而我亦都好自然咁样可以 present 到我是一个女性的 role 在大家的关系里面，咁我哋的关系咪 smooth 咯，我唔需要再考究佢再好奇哇，究竟你鍾意男仔定女仔嘅呢咁。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好奇嘅，因为如果譬如我一个佢突然间同我讲，或者我睇到报纸变咗成我得咗个 organ， 佢变咗成咁样呢，跟住我会觉得咦，咁即係我会好奇我究竟是怎样呢，即明明你再讲一次，即譬如如果我那个即我现在跟他在一起的，我可能我喜欢他是男性身份，跟着为什么就会变性或者什么的，那如果是女仔，我在想即是接受方面啊，或者各样啊，这个冲击啊，即是的感觉会是怎样呢，即我想了解一下。不過其實又好得意嘅，係咯，不過感情呢樣嘢咧就好難講。係咯，咁同埋我以前識嗰啲，你話好少係 P.O.， 唔係好少嘅，直頭冇係 P.O.A 機嘅。即係好多時都係咩結咗婚，結過婚唔係結咗婚，係啊，結過婚啊，唔好講結咗婚，如果唔係就會即係變回聲形象啊，破壞曬。即係 Lady 啊 ，Lady。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呢啲 background 咯，即係佢係結過婚啊，或者係可能感情叫敗定係咩啦嚇。咁、啊、譬如呢，但佢又唔代表佢係接受到我變性噶嘛。啊嚇嚇，啱啊！即係而家呢個就接受你變性，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即係揾到一個係可以接受到你變性而又舒服嘅係好事。咁有啲八卦咁，譬如你之前可能。因為我是男將男仔的性生活梗係光交㗎啦，係咪？未必㗎嘛。咁當然，即係如果你有要需要有啲咁嘅動作，咁就由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動作啊。係，咁即係需要嘅就係有㗎嘛。咁當你變成一個女仔嘅時候，咁就係陰道性交㗎啦嘛。係。咁即係呢個就係對於男仔嚟講，我唔知道有冇，即係對於佢嚟講有咩分別啊？或者佢啊，或者。系咯，即系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其实都冇，佢冇同你讲过，或者你有冇问嘅？其实我冇问啊，但系我觉得 OK 咯，即系点讲咧？哦，我即系想问乜？即系突然间，即系之前系咯，我即系想问乜？即系未做手术之前咁啊，系咯。嗱，佢讲真啦，即系佢咧就唔中意即系 NSS 嘅 ，OK 吓。咁講真啦，即係我以前即係同嗰啲都有 NSS 嘅，咁、但係我其實即係唔 NSS， 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嘅，咁、我即係嗰陣時嗰、那個階段，即係譬如佢又知道我想面證啦，但佢又接受唔到 NSS 啦，咁啊佢同我一齊啦，咁、佢又即係即係佢覺得你變咗性就會係仲舒服添，即係嗰、那個佢會接受到，會再接受陽 sex 咯，即係話嗰係一個。阴道嚟噶啦，咁样咯。但系佢又好迷恋嗰个阴道，我又唔觉得咯。即系佢点讲啊？即系好，即系啲男人系咁。男仔系啊，一系搞掂就算噶啦。系咯，系咪啊？我唔知啊吓。系啦，系啊。哦，好扮唔知啊。系啊，过咗好多年噶，唔知冇做好多年噶啦，唔知。我唔知啊，因为点讲咧？即系嗱，一样嘢又有啲分别咯。即系男人咧。男人同男人咧，佢好着重个 organs 噶嘛？啊，系啊，系咪啊？唔系男人根本就系着重 organs 噶啦，女人唔着重 organs， 想着重心灵啊嘛。系啊，系啊，心灵得到慰藉咁就得噶啦嘛。都唔系啊，都未必噶。但我啊，呢样嘢好有趣喎，又真噶喎，即系唔系话冇性嗰个兴奋，亦都有性嗰个兴奋，但系同以前嗰、那个嗰、那个强烈咧。又好似冇嗰樣嘢，冇嗰咁強烈咯。即譬如以前咧，我都會即係話見到靚仔望啊，或者係撒多兩撒，或者唔係你真的會心跳嘅睇住啲人，唔係咁樣，都會心跳啊咁樣。唔係呢樣嘢好正常咁樣，我幾時都會嘅喎。但係而家譬如而家咁樣啦，都會有，但係好似即係有啲唔同嘅，但係都係有嗰個 exciting 喺度。
但不是说你看到那个即是不是说姣到那样，其实可能不那么出面了现在因为始终是一个女仔即始终是内向了是啊内向即是不是外向即是不是那么内向即是内向一点又不同一点外向又不同吗OK 那嗯，即系我啫，即系如果系即系个人，即系可能第啲又好反对我噶啦，又话哎呀 Lenny 你咁讲，又咩代表晒佢哋，佢哋唔系咁噶。我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观点嚟嘅，咁咪系啦。你知嘅好麻烦咩？有阵时系嘛啲 community 啲嘢。唔系，我觉得你现状咧，真系几开心咯。如果即系系搵到个 partner 系，即系咁，有冇冲动想结婚啊？一来系，哎呀好得意啦！一样嘢，咁冲唔到结婚咧？一样嘢好得意喎，系冇喎，冇喎，真系。但系反而咧，我都有冲动想结婚啦。唔系喎，真冇喎，唔知点解。吓，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唔知点解啊，真系。即系我变咗个女仔，我终于可以真系结婚啦，或者系着婚纱啦。反而又唔想喎。啊，系噶。但系以前即系。未做手術之前，想做手術，即系未做手術之前 ，plan 定做手術依個階段咧，就有衝動嘅，成日都發白咁啊，著婚紗或者點點點，但係好得意，即係做完手術之後又好似，唉，算啦，搞咁多嘢做乜鬼啊？住埋一齊咪算咯，好好就即係去攞一齊咁樣。係啊，即係好想有結婚咁嘅衝動。因為點講咧？即係唔知係咪人大咗咧？又唔系嘅，一定要补充依句。我仲后生啊，点讲咧？觉得好困难。我九十年代嘅，即系觉得咧，我唔知道啊。即系咪有个责任咧？咁但系又唔系代表冇责任。但系而家你男朋友有冇话即系有佢？有喎、啊，佢又想要结婚喎、啊。即系佢想即系有個。但系因为点讲咧？第一，我觉得。其实有少少，我谂翻，唔知系咪有少自卑嘅都。就算你话个法律，嗱呢啲嘢系我自己嘅观点啦吓。就算个法律俾到啊，你哋可以结婚啊，定点样点样。嗯、即系有系有少少自卑。结婚咗，不过唔系香港啫嘛。咪咯，即系有少少自卑就系、是、始终，除非领养咯。如果你系带唔到一啲，即系带唔到嘅骨肉咯，即系讲得白一啲。即譬如你覺得結婚如果冇 BB 就係有啲係咪好啲遺憾咧？即冇自己嘅 BB 會唔會係咁？其實即我自己嚟講咧，我有冇親生骨肉呢個唔緊要。嗯咁但係即如果即我覺得點講咧？而家諗真啲嘅就係、是、即結婚，我覺得有少少攞嚟搞。如果冇細路嘅話。我唔知道啊，即系我觉得系咯，系咪？佢即可能心态，但系男仔，我觉得佢哋会想结婚会系咩多啲啊？咁啊系，即系而家，譬如我嗰个 partner， 佢都有，即系都有问我啊，想唔想结婚啊，或者系点样？我觉得，唉，唔知道啊，即系我觉得好似一结咗婚就会系两个人嘅嘢，有好多嘢都系，而家仲系一个人嘅嘢啊嘛，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又唔系咁样睇嘅，即系就算你系想一个人嘅嘢，你结咗婚都系一个人嘅嘢嘅，我觉得系咪先？咁但我觉得个而家个关系已经系好好咯，即系冇生仔嘅冲动，即系因为有啲人我。唔知啊，即系会唔会有？但系有想领养嘅冲动咯，有想领养，即系想，哎呀，有个小朋友，我都有同佢倾嘅，呢啲喺未做手术之前，我我同佢讲嘅话啊，会唔会即系都领养一个啊？或者又话咩搞补习社？即系我有谂过话咩搞补习社？我想问嗱，如果呢样嘢，但系佢话都系唔好啦。你都知道，我哋其实即系咩？你都知道，即系好似影响我咁，即系好似话。你都知道其實即係都好似有啲同出邊嘅即係一啲general 嘅男啊女啊，都好似有啲唔同咯。我又唔即係佢係咁講喎。而家即係咁樣，我覺得唔係好過。咁嗱，譬如如果係咁樣，如果係而家科技咁發達啦，如果係真係可以即係生仔，你會唔會考慮？唔會啊。
好劲痛，好怕痛啊！如果唔系，我都细个咁迟做手术咩？系咪先？我以前未做手术，我会系即系觉得好 uncertainty 嘅手术呢样嘢，同埋好痛。因为惊做手术，其实我有个阴影咯，亦都因为我有一个姑丈咧，佢咧个痔疮都可以 L 咗嘅。即系我自己有个亲戚咧，系个亲戚咧，真系个痔疮咧 L 咗，但系佢就有心脏病嘅自己本身， okay. 原来系咁样。咁就因为咁样吓，咁系咯，无啦啦，好少手术啫嘛，割一粒痔疮啫嘛。嗯，但系就唔知啊，系咯，总之割完痔疮，死啦，原来可以咁样嘅。咁变咗我之后，我就哇死啦，又痛又叫做大手術啦，要全身麻醉噶嘛，係咪就算有咁嘅科技或者有咩，驚咯，即係你都唔會選擇考慮。但係嗰個 B B 係自己嘅喎，即係真係十月懷胎，哇咁樣嘅喎。即係始終咧，你明唔明啊？始終我講真啦，即係我哋呢啲人咧，唔好話我哋呢啲人啦，即係一啲我哋 trans 嘅姊妹咧，咁佢哋都好。力陳即係力求自己好女性嘅美嘅，係啊，嚇！咁我自己都係咁樣，即係大肚林丹啊，咁樣就唔靚啦，唔靚靚咁樣啦，唔靚靚。同埋覺得係咯，如果係有人工受孕，我都會考慮下。咁但係要自己即係哇咁辛苦攞嚟搞咩？即係我係想嗰個身份啫嘛，係一個女性身份。咁、嗯、當然我係即係想領養一個小朋友啊。即系我个谂法有啲唔同咯，即系屋企即系有啲家庭嘅感觉系嘛，即系就算未必系自己生嘅、啊，即系可能领养一个小朋友就好似温馨啲，系啊，即系家庭啲嘅感觉。同、啊、埋我觉得咧咁多孤儿点解唔领养啫？啊哈，应该要自己生啫。嗯，我系咪好唔传统啊？我唔嗱，我唔系小女人啦。你好伟大啊！系咯，你都睇到啦。胸前真系好伟大，真系估唔到系原来冇做手术嘅。系啊，我有阵时会自己去整咯，好过瘾噶。系啊，冇噶，因为我发觉越嚟越大，初会痛噶。你个即系好似你嗰、那个发育咁噶、嗯，即系嗰啲女仔十几岁发育咁。嗯，吓，跟住咧你个乳头咧。即係第一隻漲咗，係啊，然後跟住佢會係初會腫咗少少嘅，即係打咁多咁啊有嚿好似硬硬地咁樣咯，跟住一落去好似咧嗱，好似腫咗咧，你撳落去嗰個感覺啦，啊，即係嗰個痛啦，會發大咁樣，嗯嗯嗯，咁你瘀咗撳落去咪腫腫地痛痛嘅嗰個感覺咯，硬硬地咁樣咯。而家就都有痛，有陣時譬如我同黑娜咁樣攬住親熱咁樣咧。都痛噶，佢揞到咧會痛噶、啊，都會痛的痛噶，但系就冇以前咁犀利咯。但會唔會敏感？以前感皮都痛，因為即係譬如我哋乳頭係比較敏感，痕噶，其實都會敏感嘅。係啊，係啊，痕嘅，即係敏感嘅地方都係一樣。嚇 ，OK， 咁好自然啫，呢啲生理上面。我唔知嘛，真係嚇會痕啊咁樣咯，會痛咯。咁而家就少咗痛啦。即按摩咁樣，咁但係而家咪定即大定咗。其實應該一路有嗱，我聽翻啲姊妹講咧，就會話、即係食康蒙幾年之後佢先會大定咯。OK， 但我而家其實都哇，我照鏡我都覺得好滿意咯，即係都幾滿意咯。咁樣睇咧，真係即係呢度圓啊咁樣。咁、我有陣時咧多手咁樣。去整下佢，哇！覺得啊，原來係咁喎，個胸，我又覺得會就會成身咁樣摸，即係唔會覺得係多咗啲嘢，就係覺得唔會刺激嘅，係咯，即係覺得成身摸啊，即係好完整噶咁樣。係啊，咁呢個夏天啦，咁會著下泳衣，應該冇問題嘅，著到泳衣。三點式咁樣。三點式我未敢住咯，即係一件頭嗰啲啊，照個鏡都 OK。冇问题啊！好靓靓啊！期待靓靓啊！唔知靓唔靓，但我觉得 OK 喎。我咧其实咧知道你即系搞咗个会嘅，即系性无别呢个会嘅。咁不如我哋再可能下 part 翻嚟，我哋再好。我知道咧，你即系同啲可能姊妹咧有个性无别
呢個團體喎，其實呢個團體咧應該係專門幫助一啲跨性別嘅人士去了解自己多啲啊。係咪即係咪？其實主要咧，其實主要咧就係俾翻一啲嘅姊妹啦，即係 trans 嘅姊妹或者兄弟咯。咁其實咧就 sexual minority 嘅，咁有啲有陣時我間中收到有啲佢係譬如同性戀啊，即係 les 啊或者係 gay 啊都有噶，都有依啲，但係多數都係 trans 嘅多。咁初其實點解會有依個嘅意念咧？初其實我自己係 team 嘅，咁即係其實香港而家就有兩個啦，計埋JC 依個就係有兩個駐左策嘅團體啦。咁佢就係 team 就咩跨性別平等接納運動咁樣嘛。咁嗰陣時我就 team 出嚟嘅，咁我有見於就係佢哋好即係西化，即係佢哋講英文多噶。咁但我就會覺得local 嘅姊妹 ，local trans 嘅人亦都好多，或者一啲比較 grass， 即係咩啲講句啦嚇，即係 grassroot 啲嘅，即係佢未必係即係吸收到英文嘅。就算有啲佢識講英文，又唔係，我又唔想咁講咯。直譯啫嘛，我都即係佢哋唔係，即係有啲佢就算識英文，因為即係 team 嗰啲咧係好。好學術嘅，即係你同佢哋開會咧，哇死啦！我識英文我都係啦，我識英文我都唔係好想去表達啲嘢咯，驚俾人 challenge 啊！一陣間人哋真係壓力好大嘅，我覺得。所以就搞咗。係啦，因為我都想照顧翻多啲係一啲local， 因為我發覺咧係都幾多嘅。即係 local 啲嚇，尤其是一啲好細個嗰啲咧，有好多係即係譬如十幾歲啊，其實已經知㗎啦，已經知道自己。系啊，即系想或者吓、啊，有啲佢系譬如 cross dress 啊，或者有啲佢唔知佢点样睇医生啊，或者喺学校里边佢叫社化唔到嘅，即系譬如啲同啲学仔，因为佢自己呢个情况咧，同啲同学仔隔离啊，等等，系啊，有真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咯，同埋喺屋企佢又即系会有衍生好多问题咯，譬如家暴啊咁样。咁有咁樣可能噶嘛？即係譬如屋企人哇死啦，接受唔到佢，可能傳統啲嘅，哇打佢或者乜嘢有嘅，真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咯，或者好多即係家嘈好閉啊，搞到上差館咯，等等呢啲有咯。咁變咗就即係諗住係搞呢個會，係啦，就即係俾多啲一啲尤其是係 come out， 即係點解又跟住又會出呢個小冊子咧？有一個小冊子咧。除咗係即係俾即係外界都知道多啲，即係 trans 即係裏邊好多 terms 點樣咩 MTF 啊，或者你頭先提出好多 terms 啊等等嚇，咁啊即係一個公眾教育之餘咧，亦都探討緊一個問題嘅，亦都一個我個人覺得咧喺 trans 嘅圈子裏邊咧，一個尤其是 trans 圈子裏邊一個幾重要嘅問題，就佢點樣去 come out， 點樣去睇 come out 呢樣嘢。尤其是佢哋啊。咁你覺得你點樣睇？即係呢本小冊子可以介紹到呢樣，即係 come out 呢樣嘢，即係佢哋應該點樣去 come out？ 係啦，係應該點同屋企講啊？係啦，個環境工作方面係點樣啊？係啦，其實我簡單介紹啊，即係呢本小冊子係咩？呢本小冊子咧就係性無別，即係你哋嘅組織嘅一本。叫做與 T 同在一個跨性別人士嘅小冊子嚟嘅，係啦，咁入邊咧就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嘅，即係我而家睇到咧係咁就有啲出軌，即係 coming out 啦，正如你頭先解釋嘅，同埋點樣同屋企傾偈啊，即係工作學業啊，或者係頭先我哋開頭可能節目開頭嘅時候都講過一啲 terms 嘅資料，咁其實呢本小冊子喺邊度可以攞到㗎？即是現在是否還是可以拿到的？其實呢我之前呢其實還在派的，其實呢很方便的，因為呢就未必是有時候拿起手話通街走呢很尷尬，那語言不在的人會問，咁我哋有係啦，我哋有我就將個小冊子咧就擺咗上網，咁你係啦叫做 gender concerns 嚇 .org 咁樣 www.dot 咁就 gender concerns GENDER
就 CONCRNS 咁啊 .org。咁啊，好易睇嘅啫，就全部都系中文嚟嘅。嗯，因为我其实咧，即系想多啲照顾翻，真系 local 即系本地嘅，系香港人啊，咁样啊，因为真系想照顾翻佢哋多啲咯。因为点讲咧，佢如果佢哋得唔到一啲嘅屋企嘅 support 或者 concern， 佢哋面临即系面对嘅压力会仲大噶嘛？嗯，你觉得系咪先？你話如果我係一個話又係咁 academic 啊，又已經咁咩咁自立嘅人，咁佢面對嘅壓力，佢因為佢自立到喎，係咪先？即係如果佢自立唔到嘅話，係咯，又要靠屋企嘅話，但係如果屋企嘅話又唔 support 嘅話，咁就變咗佢嘅壓力會好重大咯，個問題會重大咯。咁點解我唔擺多啲去照顧佢哋啫？咁其實而家譬如香港，即係你覺得而家香港呢個環境，呢個大環境，其實對於跨性別人士咧嘅壓力係咪真係好大咧？即係你話其實唔係嘅，即係你哋作為一個跨性別人士，會唔會點樣睇喺香港，或者係我哋講香港先啦，係啦，即係會唔會覺得壓力有冇咧？或者壓力有噶，壓力有。譬如即係好似我而家做咗手術咁樣啦。雖然我而家啊叫做係叫自顧啊，但係做咗手術反而應該冇乜壓力嘅喎，係嘛？即係譬如你可能喺啲人睇期間嘅時候，你就會可能未自我認同得夠嘅話，透徹嘅就會有壓力啫。但係你一譬如咁樣，會唔會即係我同你傾過，我就覺得你係冇壓力咁樣，但係係咯，即係但係其實始終香港人就即其实咁样出街系冇压力嘅，即有好有唔好咯。但系一到有少少嘅利益冲突嘅时候咧，即系呢啲嘢咧，始终系佢哋嘅一个话柄去揸住嚟到去令到我哋系唔系咁舒服嘅。我唔知道即系作为member 有冇啲例子啊？即系譬如都有。你之前有冇常撞过呢啲事？譬如譬如而家啦，唔好讲嘛，以前啦，而家都系嘅，即系喺文化中心啦，即系我自顾噶嘛，我选择自顾啦。咁喺文化中心，咁即系除咗我自己固定咗自己摊档之余咧，仲有其他嗰啲乜摊档噶嘛。咁有啲可能即系耐咗之后咧，佢会知道我个情况，因为我个情况又得意嘅，即系我未做手术之前，我都已经喺嗰度设立自己嘅摊档噶啦。嗯，吓，顺带咁佢哋咪知咯，会喺度，即系会系有好多嘢嘅，一阵间即系你会听到咯。即系顺带一提咧，即系佢系做一啲自雇人士，即系个工作咧就系做一啲设计方面，系啊，即系接 job 做啊，接 job 系啦，即系一啲 design 方面嘅嘢嘅。咁亦都有啲摊档系卖一啲手绘啊、手绘啊嗰啲嘢嘅，因为可能即系听众未必了解。O K， 系啦，咁即系譬如其实当你即系你落去摆档嘅时候，或者喺文化中心其中一次就系有啲人。附近啲人即係佢哋，其實唔係其中一次啦，即係好多時都係咁樣咯。即係其實佢哋係知道，知㗎，因為我咩嗰陣未做手術嘅，咁變咗我身份證要申請㗎嘛。哦 ，OK， 直情係 OK， 我明白。咁佢哋咪政府係啊，即係未必係政府啦，即係可能係機構啊或者團體啊，咁佢哋就即係有白眼咁樣。有啲嘢講得唔係咁好聽咯，咁但冇又話咩真材實料先擺喺度，唔係真材實料唔好擺喺度咁樣咯，即係類似啲咁嘅説話啦，你聽到就知道有骨嗰啲咁樣咧，咁、okay. 但係冇嘢嘅，即係始終就係、是、即係有陣時候我覺得好難嘅，你要去咩人都有唔俾人接受嘅情況咯，係咪先？咁我覺得你施捨咩，即係要人哋接受，咁我覺得。即始终你自己接受到自己咯，即系正如头先食饭即系所讲嘅，冇嘅，即系我见到啲人咁，我咪仲更加唔好将呢个问题摆喺自己身上咯。我仲更加，如果我因为人哋系咁讲，我自己又缩两步，系嘅，我其实系咁样，系我其实咁样好自卑，咁其实唔好需要咁做咯。你如果既然即系已经做咗手术，你系名正言顺，系。做呢個角色嘅啦，咁你咪去做咯。如果人哋係有咁嘅懷疑，你仲更加要加強呢個角色嘅特質俾人哋睇，放翻呢個問題俾翻佢。呢個係佢嘅問題，係你哋接受唔到啫。咁而家
名正言順做咗手術就係你係就要去，係啦，就要去接受我噶啦，係啦，就要去啊 present 依個 role 噶啦。你身份證都係依個，咁唔係 present 咩 role 啫？係咪先？係咪先？咁如果佢哋係咁係懷疑或者係依啲咁嘅聲，就係佢哋問題咯。但如果我自己都窒阿叔嘅話，就係我個問題咯。咁我要將呢個問題俾翻佢咯，就係咁簡單啫。咁好搞笑嘅，即係有陣時，即係我有陣時同我男朋友一齊開檔噶嘛。咁有陣時即係譬如隔離檔啊，有啲一兩句啊咁樣，我特登即係同個男朋友再黐前一啲咯，嗌下佢啊，拖下佢隻手啊，再大你啊咁樣咯。咁係啊，即係我嗱我專登係咁樣。咁變咗佢哋冇説話好講喎，係咪先？我名正言順㗎，我做呢啲嘢。咁咁我覺得、OK ，咁你話機你都可以名正言順嘅啫。係啊，咁我譬如如果唔係香港啦，即係如果喺外國方面啦，即係會唔會個氣候會好啲，個風氣會好啲咧？即係對於跨性別人士嘅接納會多啲咧？你自己點睇咧？我就未去過外國嘅，咁嗱我就識有啲喺外國翻嚟嘅 trans 或者係 CD。佢哋都異口同聲咧，就話外國會係好啲，即係譬如啊加拿大啊，或者有啲姊妹佢澳洲翻嚟啊，咁佢都會覺得係即係第二啲地方就可能接受嘅程度會嚇、啊，或者係啊其實都未必係一定全部100% 接納，而係佢哋嗰個處理嘅方法咧係啊比較真係叫做尊重人嘅。即係可能，即係我聽翻啲姊妹講，譬如可能好多鬼佬都未必係，即係好多西人佢未必係真係，哇！真係接納一個 trans， 但係佢如果喺一個 trans 嘅面前咧，佢會有個 manner， 即係佢係 respect 佢，即係尊重翻，係啦，會稱呼翻佢啊，你乜乜乜小姐啊，或者係即係待佢一視同仁啊，等等咁樣咯，等佢自己都會。即係一個 trans 嘅 individual 都會覺得舒服，但好可能就係呢個嘅西人喺佢自己好啦，到啊喺即係呢個 trans 嘅背後，即係喺翻佢自己嘅西人，可能真係唔接受嘅喎。但係佢哋能夠做到呢步，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咯。比可能香港呢樣嘢就冇，香港就係基本嗰個 manner。你講真咧，你睇個傳媒就知啦。即係當好似即係。我嗰時咧就都接受過一個叫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嘅訪問，哇兩種手法咧完全唔同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咧，佢唔會咧衰到咧，即係嗰陣時我未做手術添嘅，咁我都係女裝咁樣接受訪問咧，又唔會話影到你好差啊，影到你即係好衰咁樣咯。即係佢都會好心機咁影你，之餘咧。佢有啲代名詞 he she 啊，嗰啲佢唔會用底死到用個 he 嚟到形容你咯，佢用個 she 嘅，即係佢都會當你係一個女人嘅，即係即使我嗰陣時未做手術，佢知道我咁嘅情況，我只認同係一個女人，佢就會當我係一個女性啦，係一個 respect 嚟嘅。但係咧，我即係香港嗰、那個傳媒就未做到呢樣嘢咯，即係如果你係未做手術嘅，佢咧仍然咧佢都係用翻男仔嗰個他噶。甚至咧，即係講埋啲嘢好衰啊，嗰啲咁樣，係喎，有咩？係啊，即係你知嘅，你即係呢啲大家知呢啲知啊，係嘛？即係呢個我諗係個 culture 同埋係外國依方面喺去尊重個體嘅層面嚟講係比較做得好，比較好啲。唔係話佢哋一定係全部接納嘅，而我自己即係呢個我自己一個觀點咯，我亦都唔會覺得係。需要是个个人都接受某些东西、啊、有人不接受我觉得花是没东西的，我也都有些东西我也都不接受，这样很正常的，是不是？那问题就是、大家怎样去、做到融和、我觉得是那个 respect 反而是更加重要、啊、我会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咧就要即系学下点样，我唔知道要尊重。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同志嘅即系我自己即系同性恋者，我都觉得系尊重别人，系啊，同埋其实都系一个俾人尊重，即系都希望想人哋俾人尊重，无论跨性别人士啊，啲同志人士啊，或者系即系异性恋者啊，佢都应该有呢个心，即系尊重每一样嘅。跨性別
嘅，即係唔同類型，係唔同類型嘅人咯。係咯，都覺得應該係咁。好，咁今日就真係好多誒 Lenny 咁接受我嘅訪問啦，咁亦都我哋傾得好開心啦。咁係啦，多謝曬，多謝，拜拜，拜拜，係咪咩咩有咩對你嘅感覺啊？使唔使講？係啊，即係我有啲頭話，想問一下咧。頭先你講過咧，譬如男仔，嗱，譬如我知道男仔可能變女仔，我哋聽得好多啊。譬如以前飛翔啊，或者有其他好多變性人啊，有冇啲女仔變男仔？有噶，有噶，咁梗係有咯。即都有女仔變男仔，咁但係佢哋世界觀都係即做人做咁樣嘅。因為男仔變女仔可能好易咁反入去就得嘅，用翻其實都係。其实嗱，我因为都系我听咯，有啲人咧，佢之前食男性荷尔蒙都可以，咁样咧食到咧，佢嗰个咩阴物咧会突咗出嚟噶，即系其实阴物就即系男性龟头，即系男性嘅阴茎咁样咯。OK， 系啦，真系会，而我睇过一啲咧，佢里边男嘅一啲嘅手术嘅片段咧。真係嘅喎，佢會揾翻女性嗰、那個突咗出嚟少少嗰個嘅女性嘅器官咧，就唔知點樣揾啲肉啊，點樣再加上去嘅搏上去咁樣嘅。但會唔會真係好似袁咏儀咁樣扎咧個胸，即係靚靚嘅？好似會真係會割咗噶，割咗。我會割咗嘅，因為佢食男性荷爾蒙基本上唔會變細噶嘛，係啊，即係唔會噶嘛，即係佢哋要切除咁樣嘅。系啊，傷痕累累嘅，我見到佢哋，我見到有啲咧，即係譬如腳啊嗰啲，哇唔明嘛，即係哇成笪拉，即係好犀利咯，好似食肉症咁樣冇咗一塊肉，但係佢哋好自豪喎，嗱啦，即係佢哋會即係好男性咯，即係依個又同 TB 係真係好唔同 ，TB 咧佢點男性化，你都覺得佢係女仔咯，但係如果你係佢係一個咩啊？个 F to M 即系里边男嘅人，佢住先未先生，我都觉得佢好似麻甩佬咯。咁但系会唔会即系好好色啊？有啲我真系麻甩佬，但系我变咗性之后，我唔系中意女仔，我中意男仔啦。麻甩佬咩啊？即系嗱，我系一个女仔，系咁我变咗性做男仔。有冇啲我系我跟住我又中意男仔咧？即系我唔系中意女仔。其实应该有嘅，应该系有嘅。即或者vice versa， 即譬如即我嗰情况咩即变咗女仔又中意女仔，都应该系有噶吓、啊。我就听过啦，但我真系亲身接触，佢真系做咗手术啊咩佢中意女仔，咁我就未见过咯。即未做手术嗰啲话佢自己中意女仔嘅就好多咯。系咯，咁咯，又话自己系 trans 啊嗰啲咪好多。是啊好啦，讲下我的感觉啦。觉得是Michael Fong，咁就好，应该是一个佢好好 creative。Michael，Michael 是一个好我觉得佢其实应该是一个好 artistic 嘅人嚟嘅。应该是即同埋佢好宽容啊，即系好开心啊！个人，我唔知系佢其实有啲嘢佢系埋藏咗或者系点样啦。但系佢系好中意即系笑面去面对人嘅人咯。吓、啊、咁即系第一次接触阿米高啦，咁冇好 artistic 咯，因为我接触有啲 artistic 嘅人都系咁样。吓，好艺术性嘅人嚟嘅，我觉得系，系啊，吓，好多谢，多谢，我唔知咪，怀念词啦，怀念嘅念，慈悲嘅慈，今年十九岁，系一个女仔嚟，我系阿青啊，喺帮睇到黐咗线啦，睇到入到研究院噶啦，已经，阿青性欲强，念词喜洋洋，巨根格斗长，哦，
近排嘅天气变化莫测，贪靓嘅你就梗系要有一套方法去保障自己嘅形象啦。有啲乜嘢小 tips？ 听下我帮 model 啦，连啦。